圆驼角风景区是江苏省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这座建于1998年的纪念碑，便是奔腾的长江汇入浩瀚海洋的典型标志。从无到有，沧海变成桑田的神话，每天都在这里真实地发生着。长江和东海共同孕育出这片新生之地。天南海北的风俗与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彼此交流融合，这里的人们崇文重教，勤劳朴实，垦荒精神百年相传。这片与大海为邻的土地富庶而神奇，它就是江苏启东。启东，三面环水，形似半岛，长江由此入海，黄海与东海在此分界，形成了三水交汇于启东的独特地理格局。东晋的王家在其作品《拾遗记》中称此地为瀛洲，有鱼长千丈，鼻端有角，使鼓舞群戏。这段文字描写了一幅群鲸嬉戏于海上的生动景象，可见那时候这里尚是一片汪洋。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公元690年，武则天自立为女皇，将国号从唐改为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跟随英国公徐敬业讨伐武则天，他起草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用词犀利，令人动容。讨伐失败后，骆宾王为了躲避官兵搜捕，一路辗转，最终隐匿在海边的白水荡中。这片白水荡就是今天的吕寺港镇。相传当时这里云雾缭绕，弥鹤滋生，吸引了道士吕洞宾四次前来云游，这里才有了吕寺之名。吕寺的自然条件特别有利于制盐，早在唐初吕寺就被辟为盐场。后周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54年，政府在此设立了吕寺场，这是启东地区设置的开始。但启东最终设县距今仅90年。这边，这个碑啊，是1928年设县的时候啊立的。启东乡土历史研究者袁志冲正在多方收集启东设县的资料，他正在给一块石碑做拓片。这座石碑名为《启东设县碑》，记载了启东设县的经过。启东为扬子江之北口。这块石碑明确告诉人们，启东设县于1928年。而启东的设县与一个叫袁希洛的人关系极大。袁希洛，同盟会会员，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典礼上，他代表独立各省向孙中山授印。原来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江海相接处因泥沙堆积陆续长出了13块沙洲，归属临近的崇明县管辖。新长出的沙洲因与崇明岛隔江相望，故被称为外沙。
新长的沙洲很快吸引了附近的农民前来垦荒创业。到了清宣统年间，13块沙洲连成一片，集聚于此垦荒经商者已达30万之众。这五本启东识字会读记载了当年崇明外沙民众团体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实现分子的一些书信往来以及省政府的一些文件的汇编，现在还保存在南通图书馆，是我们启东实现分子的很重要的历史资料。自1911年起，外沙各界人士南北奔走，上下请愿，不断发函成文，请求将外沙单独设县。面对滔滔民意，1927年10月，袁希洛受命前往外沙调查设县情况。袁希洛不畏辛苦，实地踏勘，体察民情，认为确有设县之必要。1928年，历经17年的奔走呼号，崇明外沙以及海门南通县部分区域获准正式设县分治。由于这片土地在江北陆地的最东部，沙洲接涨不断，遂取其启无东江之意，定县名为启东。袁希洛被任命为首任县长，于是袁希洛手书启东设县碑记，永志纪念。就任启东县长后，袁希洛勤政务，重教育，轻赋税，还亲自种植棉花，挑粪施肥，一时有挑粪县长之号。在袁希洛的带领下，启东人拓荒耕耘，揭开了启东历史崭新的一页。启东设县碑在风雨沧桑中度过了90年，90年间，沙洲在江海的涛声中继续成长，每长一寸，开拓奋进的启东人就会在滩涂上留下他们垦荒的脚印。茫茫芦荻，绝少人烟，四面绝沟壑，筑堤栽柳绕隅外。这段文字是对启东人垦荒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清初先民们就涉水登沙，以筑堤栽柳的方式开垦荒滩。20世纪初，这里竖起了长长的挡浪墙，有效阻挡了海水的侵袭。而主持修建这道挡浪墙的就是张俭。张俭，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实业家，主张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毛泽东曾有如此评价，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俭。在这座讲述启东人艰苦垦荒故事的雕像中，在张俭的身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外国人，他就是启东挡浪墙的技术指导，荷兰的水利专家亨利克·特莱克。1900年，张俭在多次考察后得出结论，海滩盐碱地适合种植棉花。他相信植棉可以彻底改造荒滩，于是他创办了通海垦木公司，准备在海滩垦荒植棉。
然而，由于海堤常被海潮冲毁，垦荒殖民无法顺利进行。为解决这一难题，张謇从遥远的荷兰请来了年轻的特莱克。特莱克在海堤上修筑直立式钢筋混凝土板桩结构的挡浪墙，全长760米。此后，堤岸抵御海潮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堤内土地得以被改造为良田，移民得以在此安居。从长远来看，挡浪墙为启东成为良棉故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莱克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西至如皋，东至黄海边的启东、如东都有它的足迹。有的工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发挥着防洪排涝的作用。在张謇的倡导和感召下，八方移民同聚荒滩，不畏风险，不惧辛劳，10年努力初具规模，一点一滴的实践凝聚成可贵的垦荒精神。在张謇身后，这种精神一直绵延不绝。这上面是万人大会。已是耄耋之年的秦素萍和丈夫时常会翻翻老照片，回忆在启东的那段峥嵘岁月。当时，秦素萍曾是启东县副县长。1963年，为了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参会的秦素萍至今记忆犹新。总理亲口讲的，他说：“你们要了解，生产一斤皮面功德无量啊！你晓得，有的地方孩子的屁股出了外头啊，那得补啊。”为了完成总理的嘱托，启东人民进一步兴修水利，改善棉花种植条件。并港建闸是当时启东人民的一项水利壮举。在没有建闸之前，启东的内河与长江、大海直通，遇到涨潮，海水容易倒灌，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灾害。经过改造，一些旧河港被封堵关闭，同时新建多个水闸，大大降低了水利灾害发生的频率。并港建闸行动为启东的棉花种植解除了水灾困扰。在此基础上，秦素萍和启东群众不断摸索试验棉花高产的方法。1965年，启东人交出了漂亮的答卷。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产棉区要力争良棉双丰收一文，号召全国产棉区向启东学习良棉高产的经验。江苏省启东县是全国农业大寨市。这部纪录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于1965年，反映了当时启东良棉双高产的成绩。启东的垦荒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周恩来总理高度肯定了启东所取得的成绩，此后还以棉花县长称呼当时启东的副县长秦素萍。启东先民辛苦开荒，通海垦牧公司不懈垦殖，困难时期良棉高产。几代启东人凭借着可贵的垦荒精神，在大陆东端从无到有，写就了一段传奇。
1944年的一天，一个14岁的孩子放学回家，他发现两个穿着军装的斯文年轻人在家里刻木刻。原来这是中共东南报的两位编辑在这里借宿办公。谁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在这个孩子的心上也在启东生根发芽。在1944年呢，我们村里来了一个报社，他们安排了两个同志在我们家里办公，他在那边刻木刻，在他的指导之下爱上了现代版画。20世纪30年代，现代版画进入我国，很快就成为报刊上常见的宣传载体。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海起县委创办的东南报就利用木刻版画作品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传播胜利的消息，大力支持了抗日反清乡斗争。施汉鼎的现代版画创作就是从这种革命的氛围里起步的。多年来，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他手中的刻刀始终没有放下。在木刻技艺不断精进的同时，施汉鼎让更多的启东人了解了现代版画。1959年，施汉鼎和另外几名木刻版画爱好者打算创建一个木刻小组，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木屑花业余木刻小组随之成立。当时中国还很少有版画群体，木屑花业余木刻小组的成立使得启东版画受到中国版画界的瞩目。施汉鼎和小组的其他成员积极投入版画创作，出版了《木屑花黑白木刻选》。木屑花的版画作品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清新的艺术风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1985年4月，在木屑花业余木刻小组的基础上，启东版画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由政府直接领导的版画创作机构。作为木屑花业余木刻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施汉鼎见证了启东版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启东版画院成立后，一批又一批年轻艺术家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启东版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经常在国内外的大型美术展览上亮相获奖。同时，启东版画也由黑白木刻阶段进入了水印版画时期。启东水印版画就是它要通过画、刻、印三步来完成，再加上启东人特有的那种灵动，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启东版画、水印版画的一大特点。我们靠江靠海的那种湿润的气候，这是昨天得后的。如今启东版画院的画家们除了继续艺术探索之外，还始终不忘现实，一幅幅关注时代问题的作品相继问世，延续了启东版画的现实精神。从木屑花业余木刻小组到中国第一家由政府直接领导的版画专业创作机构的成立，版画在启东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施汉鼎等老一辈版画家筚路蓝缕，为启东版画开辟出一条道路，而年轻的艺术家则紧随他们的背影，将启东版画艺术发扬光大。这座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在繁忙的都市里闹中取静，每一位走进博物馆的游客都惊叹于这里丰富的蓝印花布藏品。
到目前为止，这个小小的博物馆竟然收藏了30000多件蓝印花布制品。这些蓝印花布都是由吴元新搜集的。1996年，吴元新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历时22年才搜集到这么多散落于民间的蓝印花布。吴元新小时候在家人织布染布的环境中度过，后来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蓝印花布匠人。吴元新迷花布，爱花布，被人称为蓝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元新是传承人之一。启东是蓝印花布最多的地方，所以吴元新经常来到启东乡下搜集在岁月中遗留下来的老蓝印花布。小孩生下来开始个蚕宝布，到各个出缸基本上都是蓝印花布。他觉得把这些蓝印花布收藏进博物馆，就是收藏了启东的历史。在启东，这种以蓝草为染料印染而成的蓝印花布是垦荒的移民带来的手工技艺。这里啊，哪里最好啊？启东。对，那么启东滨江临海，靠着大海，它的土壤是盐碱地。吴元新还时常带着孩子们来到博物馆参观。现在这个老奶奶给大家演示纺线。吴元新年迈的老母亲也来到博物馆，为孩子们展示纺纱织布的传统技艺。不同年代的人因为蓝印花布在博物馆相聚。在保护和传承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之外，吴元新更多地思索着如何让蓝印花布走进人们的生活。这组蓝印花布产品由吴元新自行设计，曾经获得过中国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从点到线，再到一枚花纹、一组图案。蓝色上的白色印花，就像江海里生长而出的沙洲。从沙洲到陆地，再到城市，蓝印花布见证了启东人开拓垦荒的历史。欢迎各位新入学的初一新生到四合院来了解东南中学的办学历史。那么这座四合院呢，是东南中学最早的校址。这座四合院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四合院的正门上悬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是郭沫若题写的“东风永健”四个字。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油漆渐渐剥落，竟然在匾额上显露出另外8个字：“体农用学，合群自治”。藏在匾额深处的这8个字究竟有何来历？原来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大力兴办教育，在南通地区兴建了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一系列学校。据统计，张謇一生共创办了370多所学校。1920年，他出资修建了这座四合院，作为垦木乡高等小学的校舍。体农用学，合群自治，正是张謇为垦木乡高等小学手书的校训，激励学生重视农业，学以致用，既有合群的集体主义，又有自治的独立精神。1942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新四军第一师进驻海富、吕四一带，师长粟裕在这里指挥军队英勇抗日。这座四合院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9分校的校舍，承担起培养共产党军政干部的使命。从这座四合院走出了3300余名共产党的军政干部。继承着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9分校培育英才的余韵，东南中学又在这座四合院中应运而生，年复一年肩负起为国育才的使命。如今，这座四合院已经成为博物馆。四合院正门上张謇题写的“体农用学，合群自治”8个字，开启了启东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在张謇之后，又一位著名企业家为启东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位是陶锦硕爷爷，大家欢迎。陶桂林的后人陶锦硕每次回乡都要参观这座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小学，父亲对启东教育所做的贡献让他非常敬重。看到了1932年，这是陶桂林在建筑业上写下。陶桂林，民国建筑业巨擘，他创办的陶富记营造厂承建了南京中山陵第3期工程、广州中山纪念堂、远东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等著名建筑。陶桂林一直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1930年，陶桂林回乡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建筑学校——志诚土木建筑专科学校，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对启东建筑业影响深远。如今，启东有10多万从事建筑的人，被誉为建筑铁军。从垦木乡高等小学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9分校，再到东南中学，一座四合院体现出启东教育的深厚积淀。从张謇到陶桂林，一代又一代启东人让崇文重教的传统薪火相传。今天，得益于这一传统，启东的教育硕果累累。近年来，启东中学有多位学生获得国际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启东还成功创建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室。启东已经成为江苏教育的亮丽名片。
喂，开饭喽！这里。铿锵有力的渔歌号子拉开了吕四渔场每年开捕期的序幕。千百年来，这古老的呼号一直激励着渔民们在大海上辛勤劳作。啊，准备捡呢。包来生是01217号船的船老大，他将带着船员们奔赴几百海里外的吕四渔场。我作为船老大，服役的今年已经有30多年了。原来我们是木船，现在我们换的那个大梯船了，渔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了。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大海对我们的馈赠。海浪声和渔歌号子此起彼伏，渔船踏波逐浪，向着希望行驶而去。半个月后，01217号船满载而归。船员们从船上卸下一批批海货，经冷冻车运往全国各地。早早在吕四的海鲜市场排起长龙般队伍的人们，也很快就能品尝到01217号带回的海产品。吕四渔场是中国八大渔场之一，这里每年的捕捞量几乎占了江苏省的1/3。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洋经济之乡，启东高度重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休渔季到来的时候，渔民不再出海，海洋鱼类得以休养生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启东深入人心。除了传统渔业，启东人还找到了与海洋相处的新的方式。这里是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它扼守长江入海口，独特的地理位置被启东人转化为经济开发的优势。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江苏省海工装备出口基地。在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的沿江岸线上，船台和塔吊组成的钢铁森林犹如一个巨大的母体，孕育出一个又一个大国重器。对，它这个地方现在是要做一些修改的。对的。袁宇波是一名工程师，2012年他所在的公司拿到一个国外重大项目，建造一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平台，这就是集油气生产、储存及外输功能于一身的希望六号，相当于一个中型的油气处理厂。毕业不久的袁宇波和同事们随即开始了紧张工作，从设计到采办，从建造到调试，均由中方自主完成，这在国内尚属首次。2017年2月25日，希望六号正式从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远赴英国北海海域服役。现在袁宇波和同事们又马不停蹄地投身于希望四号的工作中。这座庞然大物平台总高135米，主甲板面积超过一个标准足球场，
总重量近3万吨，最大钻井深度达12192米。2017年2月，袁宇波和他的同事们对希望四号进行最后的调试检查，他们发现了12个泵存在震动问题。这个泵的震动又带动了座位结构的震动，这种震动对这个泵的使用寿命会有严重的影响。这只是希望四号整体工程中的一个点，像这样类似的点在整个项目中有10000多个，这个过程注定是痛苦的，但我觉得为我们国家海工建造水平的提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我国建造出世界一流的海工平台，我觉得意义非凡。2014年，绞吸挖泥船天津号在南海造岛工程中大显神威。2017年11月3日，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推出了更先进的挖泥船天鲲号，它的综合实力比天津号更胜一筹，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随着一个个大国重器相继亮相，海工船舶工业园的急剧发展效应日益凸显，启东正在以现代工业的力量不断向海洋延伸。江海哺育了启东人，过去他们向海锁地，便滩涂为良田万亩。今天的启东人以海为田，不仅在与波涛的搏击中捕捞海产品，更发挥智慧建造出了劈波斩浪的利器。这不仅是当代启东的垦荒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对蔚蓝海洋自信而热烈的拥抱。这片土地是古老中国的新疆土，这片土地融入了启东先民垦荒的质朴和坚韧，融入了江海的博大与雄浑。从无到有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从沙土到良田是先民辛勤劳作的回报，从贫穷到温饱，从温饱到富足，凭借的是一代代启东人拓荒者的气质。从不满足的他们正在以求知和进取精神创造着新的奇迹。启东，江海孕育的新土，生生不息的东江。